名的美国大型量贩店 Costco 好事多最近进出商场有些不一样。在洛杉矶华人聚集的一些城市，在客人进入商场之前，服务人员都会先用喷满酒精的纸巾来回擦拭推车扶手，罕见的提高卫生的防护工作。而华人最常光顾的华资超市也将消毒液放在入口处，让客人自动自发的做手部清洁工作。这种种的措施似乎让民众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美国悄悄地展开了。有些人从台湾啦、从大陆来的华人，我想是应该是华人啦，比较恐慌啦。但是在这边的老美啊，就像我在 ABC Adult School 啊，其他族裔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形。随着全美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增加到100例，死亡人数到达6人的消息被披露之后，部分商场也出现了民生用品抢购潮。好事多平常满满的瓶装水早就被一扫而空，无论是餐巾纸、卫生纸还是鸡蛋食品，尤其是华人最需要的食用米，不是被扫光，就是明显的来不及供货。觉得我们好像加州好像没有觉得很严重，但是其他的好像纽约、纽泽西啊，他们都去抢那些东西，抢那些食物啊，抢那个水啊，都是好像都人很多，你知道。加州还好。美国民众也不像台湾人有着出门戴口罩的习惯，或许也是反映了口罩数量不足的窘境。真的，你现在想一想的话，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什么情况会被传染的时候，而且他们又没有戴口罩的习惯，你也不敢戴口罩，是因为你没事你戴了口罩，你怕人家在街上误会你说，嘿，你是不是生病了，还跑出来还把我打一顿，我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们又不敢戴口罩，这是我最害怕的，就是说我如果戴一个口罩在美国的话，我会觉得比较安心，可是美国没有戴口罩的文化，你一戴人家还以为你生病出来乱跑，那我说是不是还反而让人家觉得我很奇怪。缺口罩吗？你觉得？我觉得有缺口罩，是因为我是这样子的，我前上个礼拜我去了一个中药行，就他们刚好帮人家代买了口罩 ，OK 是最好的 3M 的 N95， 那他说嘿，我还有4盒啊，一盒10个，他说你要不要？他说可是一盒要$80哦，我说怎么会这么贵？他说你买到都要笑了，我说好嘛哈，我就问我朋友要不要，就把4盒买下来了。那我就到了 Amazon 上面去查，同样一模一样的一盒有包装的，在 Amazon 他们那个 bit 这个 price 啊，已经到93.99。我说啊，我赚到了，我买得很便宜。越来越难了，他不是每个礼拜会来吗？来什么 CVS 礼拜一送货，现在都没有啦。我都在戴旧的口罩，用了又用。因应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到底美国政府准备好了吗？从抢购的情形来看，在美的华人已经开始提早做准备了。美国每天电视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